天天都这么的服役的人人呢、啊、要人心戒慎虔诚啊，那真正的爱心要启动起来，许多的国家呢都陷入在灾难中。那在海地呢，马修给海地呢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灾情啊。不过呢，慈济的救援工作没有停歇呀、啊。美国的慈济人已经呢有几位啊进入了灾区去了，我们的物资呢已经啊昨天也开始呢启程了，还有呢美国这毛毯从美国转运过去，但愿这两天呢、啊。物资平安到达，发放呢？因为先前的去做准备的，尽量呢去沟通啊，先前的心灵的调试一下，让人人不要冲动，不要这样的争先恐后，让他们呢安安心心来领物资。这都是先遣人员呐、啊，冒着危险还是呢要去做这发放前的准备呀、啊！啊，真的是感恩呐、啊，这么多的爱心菩萨呢，菩萨应行哦，这样的要去。布善种子，发挥爱的能量啊，去聚集哈，去济济啦，拔苦啦，这都是呢。他们还是继续的当地的种子哈，那祭祀啊，他们这一段时间呢，去供应了热食。虽然没有办法很普遍呐、啊，可是呢，在灾区里呢，也在发挥。现在紧接着大宗的物资到来，这一颗种子啊，可以呢，那带动更多人来投入。当地啦、啊，撒播爱的种子，要当地呢有。人多啊，时常做教义啦。一旦呢遇到了大灾难时啊，是受灾人也是人人都来当志工，就不会呢物资一到啊就会有这样的混乱。当然更期待呢，就是不要有灾难发生，尽量呢启发人人的爱心。平平安安的让人人呢过了平安的生活，虽然穷困也可以呢殷勤的啊这个转变命运，这都是我们呢的最大的期待，也是最大的努力啊。那这个翻转人生不是不可能，看到了季贤这一位呢，就是幼小的时候一个发烧啊，造成了他这样的一生中的这个身体的残缺啦。他的妈妈本来自己的身体也不好，他的弟弟也是弱智啊，妈妈无法养这一群的兄弟，他只好把这一位呢季贤啊就给婆婆来养。他心里也有一点点的埋怨呐、啊，对自己的身体这样子呢，他也是有几次呢想不开要轻生。
慈济人长期在关怀着他，而且呢，知道他的心打不开呀，就送给他录音带，让他听收音机录音带呀，他就听听啊，开始慢慢打开心结啦。慈济人呢，还为他呢，就设一个大爱台在他的家。他从此开始就可以呢，更能理解天下疾苦啊，比他苦的更苦啊，所以他心门真正的打开了啦。慈济人也把他带出来投入环保啦。打电话有人买的，从我的这边的，所谓的我的不大的鱼，我就买的。他已经开始到处啊去捡这样的塑料瓶，这些保特瓶啦。他可以呢去做环保啊，他可以分类啊等等，哦，他很有智慧。虽然呐，这身手残疾，他的思路很清楚。他开始，慈济人给他的竹筒。因为他话都了解入心了啦，他开始呢投竹筒。虽然呐，慈济人帮助他，也愿意帮助别人。他哈、哦、跟志工的不谈，志工问他说：“啊，你为什么要买电热毯送给师父啊？”我放一点点电热毯。不，你为什么要买电热毯给上人？上人照顾真济人，还会较会看，还会较温暖的，还会较长个寿，还会较健康。听到了，就温暖了我的心啊！真的也是很孝顺啊！慈济人啊，常常看他辅导他，跟阿嬷讲感恩哦。那还有在辅导他去见妈妈，三十几年，母子呢虽然呢很近，只是呢一个房屋的后面的一个楼上而已，可是呢他们难得见一面。他这一次下定决心，用爬的也爬了二十几阶的楼梯上去了。我真快乐，你也听到？我无法。我嘛知影，我嘛知影，讲你会听我。看到了他们母子呢，心还是连通的啦。这样的互相的真的是很感动啊。那么苦还有一位呢，年轻的女孩子，她出来外面打拼啊，但是呢得到的就是骨癌，几次的开刀啦，最后还是截肢。她有的时候也是想不开耶，那后来也是慈济人的带呀、啊、关心啊、帮助啊，总是带出了这心灵的那一条路方向。他就开始呢跟着慈济人啊展现他的手艺，他可以帮助人啊，他也是会剪接啊，这成为三合一，但是也是慈济人的关怀户，
他也投入当志工啊，他很用心。这么精彩的画面呢，就是他截肢的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可以做很多事啊。好，在大陆呢，这样的爱心启发，而且呢，发挥良能呢，是多么的难得啊！所以呢，很感动，他的手那么巧啊，呀呀哎，去剪接呀，多功能啊！所以我们人人呢，不要轻视自己的良能，人人都有潜能啊！